这个军火日查什么呢？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拖拉机来开着走啊？这个大宝很敏感，只有这辆拖拉机，然后它这个伪装车的这个造型才不会把他们吓跑。多漂亮！我们扎鲁特旗的草原精灵，这是。哎，是的，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这儿就发现有十多只了，然后是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，它还是那么十多只，直到2019年的时候，就是数量慢慢的去增长了。那现在有多少只了？咱们现在有68只。为什么把相机放在这个位置啊？感觉好像有点低呀、啊。这个高度是据我观察整出来的这么一个高度，这是包括秘境之眼。放的那个视频材料也是用的这个架。之前委托胡日茶帮我在这里也放了一个我的红外相机，看看就在这儿呢。夕阳下，一边吃着牛肉干，一边欣赏草原风光。我想，我找到了大宝在这里安家的原因。也期待能有更多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，让科尔沁草原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土。